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，广东潮汕特色炸虾枣。自己在家做10块就能搞定。首先剁些3肥7瘦的肉末，虾仁不要剁太碎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有口感。然后放马蹄、葱花、放盐、胡椒粉、蚝油、生粉，抓拌成这种粘稠的状态。准备一张豆腐皮，放上肉馅后，像我这样卷起来，刷点淀粉水封口。 再用我祖传的刀法剁成小段，撕成油温下入虾枣。下锅后先不要动，等炸至定型后再翻动一下，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捞出来了。外表酥脆，里面咸香，学会的赶紧做起来吧。